我和柳如烟是雷打不动的年级前二，在你追我赶中双双拿到了国内最高学府的保送名额。但在保送面试的前一天，柳如烟收下了校霸给的房卡，我担心她一步踏错前途尽毁，带着老师在酒店大门前将她拦下。后来我们一起步入高校，毕业后结婚生女，家庭圆满，事业顺利。直到女儿满月那天，柳如烟将女儿抱到天台，咒骂我毁她初恋，扬言也要让我尝尝痛失所爱的滋味。说完她便将女儿从33楼抛下，我追着那小小的身躯一跃而下，却连襁褓一角都未能抓住。若是重来一次，她的前途我绝不干涉，还给我。柳如烟恼羞成怒的声音将我唤醒，看到他身上的校服和我手中的房卡，我才意识到我重生了。这是我们保送面试的前一天，柳如烟刚刚收下校霸肖继博给的房卡，而我目睹了这一幕。上一世因为担心他被人哄骗，做出后悔一辈子的选择，我夺走他的房卡，劝说他以学业为重，他并不听劝，我只好找到老师，当天晚上赶到酒店大门前将他拦下。第二天我们的面试都很顺利，高三还未结束，我们就敲定了国内最高学府的入场券。结果出来的那天，柳如烟单独请我吃饭，郑重向我道谢：“季伯长，谢谢你。那天晚上如果不是你阻拦我去赴约，很多事情可能都会不一样了。”很久之后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因为柳如烟没有赴约，肖继博深夜在公路上飙车，结果车毁人亡。又是在很久之后我才知道，柳如烟从那时起就在怨恨我，她后来接近我也只是为了复仇，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因为这件事，柳如烟和我越走越近，她和我的同桌换了位置，午餐时也和我同去食堂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，同学们看在眼里不时对我们起哄。柳如烟却坦言，没错，我柳如烟就是喜欢季伯长。怎么了？老师们闻言，因为我们的保送生身份也乐见其成，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我无疑是开心的。高一入学时，我作为年级第一在开学典礼上发言，他从人群中站起向我喊话：季伯长，我是柳如烟，记住我的名字，因为下一次我会是年级第一。那时的他是那么闪亮自信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。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，高一的第一次月考他拿到了第一，而我屈居第二。此后的一次次考试中，我们你追我赶，没有谁能始终坐稳第一的宝座，我们是彼此不断向前的动力，也是双方不能懈怠的理由。对于他，我不只有少年青春期的悸动，更有作为志同道合者纯粹的欣赏。正因如此，我才会担心他做出抱憾终生的决定，我才会越过边界去干涉他的事情，因为在我心中他值得更美好的未来。也正因如此，在他高调表白后，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交往，我们一起步入大学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亮，在最美好的年华结为连理，并很快有了爱情的结晶。女儿满月那天，我们大宴宾客，人人都艳羡地称我们是人生赢家，他却在宴会途中将女儿抱到天台，一字一句地告诉我，这么多年他从未爱过我。他说，柳如烟为爱萧继博，他怨我当年的阻拦，恨我害死了萧继博，他之所以和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让我尝到痛失所爱的滋味。他的话犹如五雷轰顶，直到见他将女儿高高举起，我才回过神。我跪在地上恳切地哀求，他对我怎样都行，但求他放过我们的女儿。那么小小的一个人，那么柔软，那么脆弱，经不起一点点的伤害。他却笑了，季伯长，你越痛我便越痛快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当年我有多痛。说完他便将我爱如珍宝的女儿从33楼抛下，我追着那小小的身躯一跃而下，却连襁褓一角都未能抓住。往事如白驹过隙，唯有失去女儿的痛刻骨铭心。柳如烟伸手扯回房卡，也将我从回忆中拉回，看着将那张房卡如珍宝般捧在胸口的他，我将曾经的那些劝说悉数咽下。在他诧异的目光中沉默转身，我听到他在我身后喊，季伯长，不许告诉老师。我脚步未停，柳如烟，你放心，这一次你的选择我绝不干涉，我与你也再无瓜葛。第二天我和上一世一样正常参加面试，与考官相谈甚欢，顺利拿到了保送资格。柳如烟却缺席了面试，学校得知消息后立刻约谈了他的家长，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没去参加面试。面对老师和家长的质问，柳如烟满不在乎地说，因为我有比这更重要的事。他的妈妈听到这句话当即就扇了他一巴掌，柳如烟，你读了十多年的书就是为了这件事，还能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。我走进老师办公室的时候正好撞见这一幕，他瞪了我一眼，梗着脖子朝他妈妈和老师嚷道，我不需要被保送，照样考得上。他态度嚣张而强硬，保送化为泡影已是板上钉钉，老师觉得多说无益，只能打圆场让他好好准备高考。母女二人黑着脸走出了办公室，与我擦肩而过，见我进来脸色难看的老师才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。我有些抱歉，但还是开了口，老师对不起，我决定放弃保送参加高考。老师大惊失色，询问我原因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上一世我和柳如烟一起保送进那所学校，那里有太多回忆，我不愿在一起，但现在我只能说这与我的未来规划不符，我想去另一所与之齐名的高校，这是一个不够充分但说得过去的理由。老师见我态度坚决，也无力再劝。我和柳如烟同时失去保送资格的消息很快传开，同学们开始私下猜测其中原因，风言风语甚嚣尘上，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柳如烟因病缺席面试痛失良机，而我因为暗恋她主动选择了放弃，想要陪她一起高考。我听了只觉得好笑，为了所谓的爱情放弃前途，这对于爱情的理解未免太幼稚浅薄，但有人并不这样认为。一个放学后的傍晚，我被萧继博堵在了校门口，他叼着烟搂着柳如烟的腰，斜着眼睛看我，书呆子，听说你为了老子的女人放弃了保送资格，我很难理解柳如烟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人，不由得蹙起了眉头。柳如烟却乐在其中，贴在他的身上嗲声嗲气的撒娇，是他自作多情，人家和他可没什么关系，就你爱吃飞醋。萧继博没搭理柳如烟，反而凑到我面前大声说道，老子告诉你，你面试的时候他在老子的床上爽的叫，你当舔狗也没用。他这副嘴脸实在令人作呕，我瞥见柳如烟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，觉得有些可笑。你放心，我对他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我冷笑一声，径直离开。留言很快更新了版本，柳如烟爱上校霸，
为了和他考到一个学校，放弃了保送资格，而我则是爱而不得，为爱发疯。因为柳如烟和萧继伯开始高调恋爱，还逃课去约会。面对学校和家长的阻挠，柳如烟坚如磐石，甚至以死相逼，而我变得沉默寡言，每天像机器人一样上课刷题，雷打不动。在同学们眼中，柳如烟成了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勇者，而我是只知道学习的可怜虫。我只觉得好笑，一群三观尚未成型的小孩，还不知道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。但考试的重拳会让他们清醒过来。一个月后的模拟考，我毫不意外的稳居第一，而柳如烟却破天荒的跌到了100名开外，向他那位常年吊车尾的校霸男友逐渐靠拢。我本以为我和柳如烟的人生轨迹就会这样渐行渐远，从此一别两宽，但命运的纠缠似乎并没有那么容易斩断。晚自习放学后的一个夜晚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陌生人的邮件，没有任何文字，只有几张照片，柳如烟和萧继伯在床上一丝不挂，姿势亲密，表情愉悦，除了恶心，我没有泛起任何其他情绪。我不知道这封邮件来自谁，也不明白对方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我也不想搭理，毕竟他的事与我无关。第二天我照常上课，就像从未收到这封邮件。直到大课间，萧继伯在走廊上与我相向而过时，故意用肩膀撞我。照片好看吗？声音微微压低，挑衅的意味却毫不掩饰。原来是他发的邮件。我停下脚步看向他，他的脸上写满了得意，还夹杂着一丝兴奋和期待。看到你的女神在我的床上发骚，不好受吧？柳如烟轻口说，你不如我。季伯长，你这种人照样会输给我，一个没满18岁的小子还没有学会不动声色，几句话就将自己的意图暴露无遗。他想激怒我，他想在我这里找到优越感。可是为什么？疑惑一闪而过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小事。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课间，我去办公室请教问题，正好撞见老师在训斥萧继伯。见我进来，老师有了正面教材，捧着我将萧继伯狠狠踩到了地上。萧继伯，像你这种人样样都不如季伯长，我要是你见到人家都没脸抬头。当时我只觉得尴尬，找个借口迅速离开了。那是我上一世和萧继伯的唯一一次交集，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，便是他对柳如烟一见钟情，展开了热烈追求。他骑着机车护送柳如烟回家，他抢占学校的广播室为柳如烟弹琴唱歌，他让他那帮所谓的小弟每一次见到柳如烟都鞠躬叫嫂子。而这对情窦初开一直过着循规蹈矩人生的柳如烟来说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他开始为爱疯狂，两世的碎片拼凑在一起，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。原来没有什么一见钟情，不过是一个自尊心受挫的人为了一个假想敌找了一个出气的工具。我看着萧继伯淡淡开口，萧继伯，在我面前你就这么自卑吗？萧继伯的脸瞬间涨红，扬起拳头就想揍我，却在教导主任警告的眼神中不甘的放下。我又道，但你可能误会了什么，我觉得你和柳如烟十分般配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说完我便径直离开，没有再给他一个眼神。但其实我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淡然，一种荒谬又可笑的感觉爬上我的心头，挥之不去，追根溯源，这一切竟是因我而起。前尘往事不停地在我脑海中翻涌，最终定格为女儿自高空坠落，化为一抹鲜红，触目惊心。季伯长，严厉的喊声将我从深渊中拽回。老师皱眉提问，我走神了，并不知道他讲到哪一题，只能站起身沉默。这时桌面上推过来一个笔记本，娟秀的字迹清楚地写着答案。我扫了一眼，迅速整理思路开口。老师神情稍缓，但让我坐下之前还是添了一句，不要仗着成绩好就松懈，要知道学习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知道他是在借我敲打柳如烟，点点头，没有争辩。桌面上的笔记本已经被主任收回，他来自我的同桌江林。坐下后，我低声向江林道谢，他正襟危坐，端正地记着笔记，没有理我。上一世，他与我同桌不过半月，就和柳如烟换了位置，所以我与他并不相熟。我只记得高中时，他成绩中等，性格内向，高考也只考了一个普通一本，在我们这种尖子班并不起眼。但后来他一路逆袭，考上了最高学府的研究生，毕业后又继续读博，成了我们班在学术路上走得最远的同学。学校还邀请他回来做过一次演讲，有同学拍了视频发到群里，他独自站在学校的大礼堂，在满座的学弟学妹面前，眼睛里绽放着光彩，言辞却依旧谦逊。他说自己并不聪明，高中时学得很吃力，又因为性格内向，不爱向老师提问，很多不懂的问题只能靠自己死磕。虽然比别人慢，但靠着十年如一日的努力，他还是走到了这里。他相信学习是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，道阻且难，但行则将至。那时我和柳如烟已经结婚，我看着视频感叹江林的恒心和毅力的确让人佩服，柳如烟却不屑一顾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要是像他一样努力一定比他厉害。想到柳如烟，我再次从回忆中抽离。放学后江林还是坐在位置上默默刷题，我踌躇片刻还是开了口，如果有不懂的问题可以问我，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他高中的这段路程能够比上一世轻松一点，至少不要那么孤苦。他愣了一下，看着面前的卷子点了点头，没有看我。见他此刻似乎没有问题想问，我便起身离开，没想到刚到门口就碰到了神采奕奕的柳如烟。沉浸在爱情中的他心情很好，对谁都笑脸相迎，包括我。看着他的笑脸，我心中百感交集。我纵然恨他厌恶他，但这一世的他还不曾伤害任何人，我与他之间的爱与恨也不会再发生了。更何况我已知晓萧继伯接近他是因为我，我纵然还是恨他，却不能如此卑劣。最终我还是将手机里的那封邮件给他看了，我告诉他是萧继伯发给我的，如果他想要报警我可以提供证据，至于他要怎么做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。他看完邮件脸变得煞白，但下一秒他就将我的手机狠狠砸到地上，随即扇了我一巴掌。季伯长，我警告你不要挑拨我和阿阳的关系。他的声音尖锐，指甲也锋利，划破了我的脸颊，有一点疼。我抹掉血迹看了看，却突然感觉卸下了一块大石，甚至还有一点开心，因为我
开始意识到，面对一个自甘堕落的敌人会有多轻松。你不用变得卑劣，也不用和他勾心斗角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能看着他自己下地狱。照片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聊过这件事，但听说他们分分合合，仍旧爱得轰轰烈烈。他们的狗血爱情成了同学们枯燥学习之余的谈资。有人说他们在学校门口互扇巴掌，也有人看到他们在街头高调拥吻，还有人传他们在学校的小树林偷食了禁果。有无聊又八卦的同学假装不经意的在我耳边提起，打探我的态度。我统统回以六字真言：尊重他人命运。这是我上一世用惨痛的教训换来的人生真谛，永生难忘。见我真的漠不关心，渐渐的也不再有人拿柳如烟的事来打扰我。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，上课、背书、刷题，偶尔给江林讲题。一开始他并不好意思问我问题，直到有一次我瞥见他看着一道错题发呆，主动开口讲了我的解题思路。后来他在遇到不会的题，便也不再羞于开口。我也开始明白他上一世为什么可以走得比我们都远。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同学来说，学习只是考上大学的手段，但于他而言，学习便是目的本身。他想弄明白一道题不是为了高考时能多考两分，而是单纯好奇。他想要的是一个答案，是知识本身。他的求知欲，我自愧不如。最新一次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，老师已经不再提成绩直线下滑的柳如烟，而坐稳了年级第一的我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但向来毫无存在感的江林一跃考进了年级前十，这件事震惊了全班，就连老师也在班会上惊喜地表扬了他一番。只有我一点也不惊讶，江林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，他超过我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那天放学后，江林在门口叫住了我：“纪伯长，谢谢你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很诚恳。我很开心，不同于自以为拯救了他人的自得，这是一种成人之美后的欣慰。你应该谢谢你自己，这还不是你的极限，不要放弃，你会去更高更远的地方。我看着他认真说道。他眨眨眼，有些惊讶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柳如烟就推开他，从我们之间掠过，奔向了在走廊尽头等他的肖继博。有同学看到这一幕，凑到江林身边嘲讽柳如烟，江林没接话。没过几天，有消息传出肖继博和柳如烟分手了。与此同时，柳如烟称病请假，好多天没来学校。对于这些事，我照旧不闻不问。直到一天放学后，我看到肖继博塞给了江林一束玫瑰花，我下意识蹙起眉头，想要上前，却恍然想起了上一世的事。纪伯长，你又忘了吗？尊重他人命运，少管闲事。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江林看到了我。纪伯长，我有道题想问你。他大喊一声，将花推回肖继博怀中，跑向了我。肖继博却不依不饶，将我们一起拦住。我将江林护在身后，既然是他向我求助，我便没有理由不管。冲突一触即发，柳如烟却在这时流着泪飞奔而来，将肖继博一把抱住。他穿着病号服，赤着脚，左手腕上缠着一圈纱布。他捧着肖继博的脸颊端详着，泪流满面。阿阳，我好想你。肖继博不耐烦地推开他，你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江林悄悄扯了扯我的衣角，示意我赶紧走。我却背脊发凉，脚下如生根发芽，动弹不得。你怎么能和我分手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？我为了你，甚至杀了自己的女儿。柳如烟歇斯底里的咆哮，肖继博莫名其妙，江林不知所措，只有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他也回来了，他怎么敢提起女儿？他怎么敢？世界开始微微摇晃，一抹鲜红的血色在我眼中蔓延，逐渐染红了一切事物。左边的墙脚下有一根断成两截的木棍，断裂处目刺尖利，如果将它插入纤细的脖子，再狠狠拔出，一定会溅出一片鲜红的血液，就像女儿坠落时映入我双眼的那抹红。木棍离我越来越近，有人却拉住了我的手腕，是江林。他一脸担心地看着我，轻声问：纪伯长。飙升的体温和沸腾的血液缓缓平息下来，触目惊心的红色也渐渐褪去，世界恢复了它本来的模样。江林递给我一张纸巾，我这才发现自己脸上已经流下两行热泪。他没再多问，我默默擦掉了眼泪。而另一边，柳如烟和肖继博还在拉扯。阿阳，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。柳如烟声音哀怨，肖继博却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表情夸张的反问：拜托，我在床上说的话，你不会都当真了吧？看来你们尖子生也很蠢啊！你不爱我，为什么还来招惹我？柳如烟压低了声音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之中挤出来的。好玩呗，想看看你们这些好学生有多难钓，结果还不是我动动手指就过来了。柳如烟沉默了，江林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袖：走吗？重来一世，我成全了柳如烟。然而他追求了两世的爱情，原来是如此卑劣的东西。柳如烟，但愿你已经开始后悔，享受这人世间最折磨人的情绪。我点点头，和江林转身离开。然而没走几步，身后就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：如果不是我，你已经死了，我要杀了你。我们回过头，只见柳如烟像疯了似的朝肖继博扑去，想要掐他的脖子，却被对方轻松抓住手腕，狠狠甩开。他被掀起，又重重落到地上，身下蔓延出一地血红。这件事闹得很大，警车、救护车都来了，学校也表示要严肃处理。但因为柳如烟和肖继博都是未成年人，两人的关系并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。最后的那场冲突也是柳如烟先动手，肖继博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，双方家长都选择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最终学校开除了肖继博，而柳如烟则是记大过并留校查看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肖继博。留下来的柳如烟承担了一切，已经滑到班级吊车尾的成绩，流产后虚弱的身体，老师和父母失望的眼神，以及传遍了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。在医院休息一个月后，柳如烟重新回到了学校。听说他的父母本想让他复读一年，但他坚持要今年参加高考，他觉得自己可以赶上之前的成绩。他重新回到学校的那天，瘦了很多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学校里十七八岁的孩子内心比成年人柔软许多，大家都动了恻隐之心，觉得柳如烟是一个受害者，都下意识地照顾她。只有我这个活了两世的大人，不如这些孩子纯真。我恶毒地想，她活该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她已经吃尽了苦头，我亦无心与她缠斗。然而放学后，她却叫住了我：纪伯长，那天你为什么没有阻止我？她问得小心翼翼，但我知道她是在试探我。她想知道我是不是和她一样重活了一世。我觉得有些可笑。她知道之后想怎么样呢？为上一世的事向我道歉。道歉是世间最无用的东西，她并不能将受害者的伤痛一笔勾销，只不过是加害者良心的安慰剂，而我不会给她这个机会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她，就像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啊，哪天阻止什么？
他松了一口气，没有再追问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应该以更大的恶意来揣度他的内心。第二天我到教室的时候，他正站在江林的位置旁边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江林，和我换个位置吧。江林写完一题的答案才抬起头看他，表情平静。为什么？柳如烟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江林会反问他，毕竟上一世他向江林提出换位置时，江林什么也没说就搬走了。我有一些问题想和纪伯长探讨，坐一起更方便，好不好？他习惯性的撒起了娇，就像全世界都应该宠着他。江林坚定的摇了摇头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到时候你可以重新选想坐的位置。我们班的位置是按每次考试的成绩排名自由选择，但以柳如烟现在的成绩，她的选择其实并不多。他们僵持太久，已经有同学看过来，柳如烟的脸上有些挂不住。我知道江林只是在陈述事实，并没有别的意思，但柳如烟却感到被冒犯，涨红了脸，发起了脾气。拽什么拽？我之前是没有努力，我开始努力了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他气焰嚣张的说，他还会是第一名。我突然想起了开学典礼那天，他也是这么言之凿凿，很相似的情景，但心境却截然不同。那时的他自信而磊落，通过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就能看到他内心那颗炽热的不服输的心。但现在我只能看到嫉妒、哀怨以及无法掩饰的恶意。他终于将残留在我心中的最后一丝美好彻底抹去。江林没有回应，柳如烟则在大家小声的议论中愤然离去。我回过神，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。众人对柳如烟的议论还未平息，江林却已经开始刷新的题，平静的就像是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看着他皱眉与一道难题做斗争的样子，我好像也回到了17岁的那个夏天，难得幼稚的自我吹嘘了一下。做得好，换了位置哪还有我这个大神给你讲题？他没有看我，却停下了解题的笔。不是为了让你给我讲题才不换的。我没料到他会搭理我，愣了一下才问道，那是为什么？他沉默了片刻，很小声的开口，看到他的时候你总是很悲伤，就像有什么地方很痛。怎么会不痛呢？我每一次看到柳如烟都会想起绵绵在我面前掉落的那一刻。我抛下了一切，却还是抓不住他，最后我的心跟着他一起急速坠落，摔得血肉模糊。但我没想到我成功瞒过柳如烟的情绪，江林竟然感受到了。我转过头假装忙着翻箱找试卷，极力克制住眼眶中的泪水。江林什么也没问，什么也没说，继续刚才那道解到一半的题。后来他也没再问过，他一点也不八卦，但也并非冷漠，而是礼貌地守着一个边界，有温度也有距离。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，我和江林无言而默契地并肩前行，那些曾经热衷于八卦的同学也变得安静，而柳如烟终于开始焦虑起来。在他开始努力学习，想要追赶上昔日的自己时，他才意识到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们离这些知识都太久远了，久到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们，重新捡起来并不容易。作为比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过来人，我再清楚不过。所以当他提出希望我为他补习功课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清楚地知道了他当初试探我是否是重生的目的。如果我没有上一世的记忆，他可以继续利用我。一个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程度呢？我想我永远也无法理解。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时候比人和动物还大。在高中最后的日子里，我不再关心柳如烟的情况，无论他是好是坏，都与我彻底无关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会在高考时选择作弊。我是在高考结束那天的班级聚餐时才听说的。柳如烟在综合科目的那场考试中作弊，被当场抓到，各科成绩都被取消，未来的3年也不得再参加高考。我很意外，他怎么会变得如此愚蠢？如果复读一年，他其实可以重新来过，但他偏偏选了最糟糕的那条路。这样的一个烙印会跟随他人生很久。高考结束后，校园论坛里全是聊他的帖子，早恋、流产、高考作弊，有人惋惜一个本有着大好前途的优等生就此堕落，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是自作自受，他亲手埋葬了自己过往的荣耀。直到高考成绩出来，大家对他的议论才渐渐散去，因为有了一个更值得讨论的话题。江林作为一匹黑马，成为了当年全省的高考状元，而我以一分之差紧跟在他的身后，和他一起被同一所 top 级高校录取。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江林在镜头前很郑重地感谢了我。他说他以前一直认为学习本就是孤独而辛苦的事情，但现在他知道了，如果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并肩前行，便不孤独也不辛苦。我在电视屏幕前同样感慨良多，江林感谢我，我又何尝不感谢他？因为上一世的事，我一直带着怨恨和痛苦，我变成了一个恶毒的人。希望柳如烟也坠入深渊，尝尽白苦。只有在给江林讲题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坏，那么糟糕。快开学的时候，江林约我一起去学校报道，我没有与他同行，因为我还有一件未完成的事。我用高考后收到的长辈给的红包买了一块墓地，给我的绵绵立了一个衣冠冢，说是衣冠冢，但事实上我连他的一件小衣服也无法找到了。这一世他甚至从未存在过，但他始终在我的心里。棺木入土的那天，我在空荡荡的骨灰盒里放了一只长命锁。墓园的工作人员或许是看多了世间百态，虽然觉得我有些奇怪，但也没有多问。事情办妥后便默默离开，留我独自在墓前虔诚的祈求，亲爱的绵绵，希望下一世你可以降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健康快乐，长命百岁。和绵绵告别之后，我便独自北上，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我和江林在不同的院系，课业都不轻松，平日里并不常联系，但偶尔空闲我们也会相约吃上一顿饭。我本以为我和他之间就如同君子之交，再无其他。直到一天晚上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他很急切地说找我有事。我一下就慌了，穿着拖鞋就跑向了他的宿舍，还在路上就遇到了同样跑来的他。他表情严肃，气喘吁吁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却突然看着我说，我喜欢你。他很严肃又很笃定，就像在陈述一条数学定理，而我愣在原地，就像10000朵烟花同时在我脑子里绽放，我的心脏也跟随绽放的烟花不断狂跳。今天我突然很想见你，但没有任何原因，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有个答案，不是吗？所以在排除掉一切不可能之后，我得出了答案，我喜欢你。他一本正经地分析着，接着向我发问，你喜欢我吗？本能告诉我答案，当然是喜欢的。就像是树上开出的花朵，它不只是因那一刻而绽放，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生根、发芽、含苞之后，在一个明媚的午后自然而然的过程。但我犹豫了，我拥有两世的记忆，我有过另一种生活，这对江林来说公平吗？一个正确的答案需要充分
分且真实的信息才能够得出。我想要将所有的事和盘托出，在等待他最后的答案，他却直接将我打断。此刻，你喜欢我吗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又说道，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。说完，他踮起脚尖吻了我。那天是我们恋爱的第一天，后来我们一起走过了漫长的岁月。毕业后，我开始工作，他则继续自己喜欢的科研。他再一次收到了高中的邀请，回去演讲，但这一次有我陪着他。高中同学听说我们回来，借着这个由头组织大家聚了一次。听到有人提起柳如烟，我甚至有些恍惚，这个名字早已消失在我的生活中，如今猛然听到，也再无波澜。信息比较灵通的几位同学说，柳如烟后来没再参加高考，兜兜转转又和萧继伯纠缠到了一起。但就在去年，两人吵架后开车出了车祸，萧继伯当场死亡，柳如烟也瘸了一条腿。我不禁有些唏嘘，萧继伯竟然还是死于车祸，命运真是捉摸不透的东西。话题很快被转移，如今的柳如烟早已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寥寥几句便被人接过。聚会的最后，我和江玲向大家宣布了我们即将结婚的喜讯，大家在祝福声中分别，相约着要来喝我们的喜酒。我没想到还会收到柳如烟的消息，她给江玲发了短信，说江玲不过是她的替身，她才是我的白月光。看到短信的时候，我对于柳如烟那尘封已久的厌恶再次涌上心头。江玲倒是比我情绪稳定，还反过来安抚我。我牵着江玲的手，逐渐也平复下来。的确如江玲所说，我们不必让那些不相干的人影响我们的心情，但有人的恶心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婚礼当天，酒店工作人员说有客人找我，我前去迎接，没想到来的人柳如烟，她穿着一身白裙，看到我就开始掉眼泪。纪伯长，好久不见，这些年你想过我吗？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我们一起被保送，毕业没几年就结婚了，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，我们本应该在一起的。我冷眼看着他表演，他见我无动于衷，又说道，我知道你是怪我选了萧继伯，但我那是被他骗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说着他突然向我扑来，我赶紧闪避，他跌倒在地上，我又后退一步，以免他碰到我的鞋子，是时候让一切终结了。我缓缓开口，柳如烟，你怎么敢来找我？你说你做了一个梦，那你还记得绵绵吗？听到绵绵名字的那一刻，柳如烟脸色大变，惊惧地看着我，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居高临下漠然地看着他，就在你和萧继伯开房的那一天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想明白了一切，又变了脸色，癫狂地嘶吼起来，纪伯长，你恨我，所以你故意害我，都怪你，我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直到最后他还是责怪他人，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我看了看手表，留下给他的最后一句话，我只是如你所愿，没有多管闲事。安保人员在我的示意下将他拖离会场，我转身离开，准时奔赴属于我的幸福。婚礼进行柳奏响，我在亲友的祝福声中坚定地走向江陵，而他就在花路的尽头带着笑容望向我。这一刻我好像听到上帝在我耳边低语，人类啊，我赋予你们爱的能力，正是要你们去爱那些值得的人。祝福你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。全文完结。